好，赶快来看到这新北市的传出枪响。不过在这之前，先跟您感受到明显的剧烈摇晃，主要是呢现在在北部地区，尤其在台北，现在呢发生了有地震的情况，地牛发生。那么现场你们可以看到呢，其实现在我本人在现场几乎站都站不稳了。那尤其我们的天花板哦，几乎是剧烈的摇晃，很多东西都掉下来，也提醒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，务必要小心安全。那尤其现在地震正在发生中，那么现在的地震强度呢，主要是发生在刚刚的7.58分。包括我在镜头前面已经站不准稳了。我们现在马上来看到讯息，我们包括呢摄影棚的上方都有一些器材呢正在往下掉。地震速报已经告诉我们了，在7.58左右呢发生的有感地震，这是非常有感的。而且呢震央看起来是在花莲地区，虽然说呢震度是3级以上地区，但老实说目前的晃感因为非常非常的明显，可能不只是3级左右，大家不要紧张，这个地震感受的确是比较明显的。